然后嘉义就是他的新的创意都出来。我们去年设计展的时候，大家都文化都文化都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独有的特产就是木头，木头的音箱非常特别。那大家可以听到，其实音质也蛮好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跟我跟嘉诚会一起到文化路走走，然后市长就是希望下有空就跟我们一起走一下，跟你走一下。你知道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其实没有人，我们正好就把那个电子把那个电脑线下地。耳朵花，对，开动啊！你们要先拍吗？这样吗？对，要先拍。